这个想尝了，从小吃到大。中学的时候常吃。啊、哦，好久没有看到哎。虹桥香肠，怎么啊，老板？啊，这个之前是在隔壁吃很多，在我学校那边常常吃。啊，真好久没有看到虹桥。哎，老板也聊在这里开很久了、啊。在把生，在把生呢。OK， 他的电话是这个，有提供宴会服务。二十一年。不要讲十点了，因为十点了才开多久 ？OK， 其他的总共了。其他把生的把生妈那边已经十九年了。哇，十九年 ，19 years。I selling this the茶叶蛋。19 years. Baru lagi. 15 years.